这是当今圣人，这是复活雷。有了二位，替我击响开始符，我保证不牵连。还不到时辰，敲我。之后跟自己的家人和子女也讲商议讲，如果这样的话我只能抱你到这儿了，你好自为之啊。如果他人若有需要，拿这个刀安心来找我，记住保重。好，可以了。有了二位，叫太子出来。你只是个从犯，如果能救朕出去，朕让你活。不能做宰相，活着也没意思。你要做宰辅，疯了。我没疯，我有才，且心怀天下，我更有胆识、谋略。我不该跟随太子成为宰相吗？今日刺杀圣人，就是我一人谋划、一力实行。我在当朝，主公当随我诛杀此僚。你往下看看，还不明白吗？今天恐怕你下不了这个房门了。这是伏火雷，谁要敢放箭，我就先炸死上人。我只想跟他谈几个条件。为越将以忠被罪，自是正臣举舌，臣愿群臣得以披逆鳞、犯忌讳，可乎？圣人不记得这曾经是谁说过的话？先相姚崇，狗贼徐民，那是有功之将，是大唐天下的立国大德，你不配说。我凭什么不配说？你不要玷污我们姚家。姚汝能，我是在提醒圣人，我是可以像你祖先一样成为前相的人，
我能做到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活命的话，叫他们把剑放下。让我把话说完。朕与徐公谈心，任何人不得贪功放箭。你说吧。近来奸佞犯法，皆因你宠幸而不受责罚，你能改吗？能不能？能。那你为何要把天下交给林九郎？满朝官员皆是他的道义，他这就不算是结党营私吗？治大国需要干力能人，这你不懂吗？朕懂你意思，你无外乎是想告诉朕，重用右相不用太子，朕就是让你没法做宰相。你是能臣，朕让你升迁如何？把剑放下。放下！任何人不得伤了徐公。你记住，无论一生际遇如何，心中万不可蒙尘呐。我该回家了。回家啊。少小离家。老大回。福啊，在咱们家乡，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暖了。Okay.